恩典365，365天，天天都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。每一天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，不表示每一天都风平浪静，每一天都可能会遇到有冲击，会有浪潮，会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可能让我们不舒服、不快乐、会很生气的事情。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未必一帆风顺，但是必定神的恩典够用。怎么样够用呢？他会给你一个属灵的原则，让你知道说，面对这些问题，我应该怎么解决，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解决。好像耶夫他给我们很好的榜样，他先转换观点，我不是从我的立场、你的立场、大家的立场不同，我们谈事情没有焦点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焦点，特别是在基督徒当中，在教会里面，在同工当中，或者是我们这个家族里面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同样的观点，就是上帝怎么看这件事，上帝怎么一步一步带领这件事情发展到今天。那么我不要因为你激怒了我，而是我要看神要做的事情要不要做成，能不能够做成，我怎么样在神的恩典里面做成神要做的事，而不是争你的态度、我的态度、你的立场、我的立场、你的原则、我的原则。然后接下去，当我们把事情讲清楚，我们也学一个功课，交给神。你说，那其实我们都这样做了，有的时候还是白忙一场，到最后，比如像耶夫他，后来还是要打仗啊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经过这个过程，将来结果不管发展成怎样，我的心中没有遗憾。我的心中没有遗憾，我该做的事我都做了，我该转换立场我转换立场，我该好好的去沟通的我沟通了。如果结果还是无效，最后还是得打，不是白忙一场。有一个很大的恩典，就是事情不管将来发展成怎么样，你可以在神面前说，主，我尽力了，我做了我该做了，我没有遗憾。我觉得人活在世上有一件事情是很伤感的，就是早知道，哎呀，早知道我当初就，早知道我就不这样做，早知道我那时候不就不这样说，早知道。可是每一次说早知道的时候，都是太晚了嘛，就是已经无济于事了。耶夫他去打了这场仗，谢谢主，他们还是打仗了。当然，神后来也祝福他们打赢了。可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他没有遗憾，因为在征战的过程里面，一定有人受伤，一定有人被受到亏损。但是即使这样，耶夫他不会说，哎呀，搞成这样，当初如果没有，谢谢主，他们打赢了这场征战。而打赢这场征战的关键是，一路走来，耶夫他走在上帝的原则、做事的法则里面。而接下来呢，圣经上说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神同在。我们多么渴望，我一路走下去，我的人生、我的婚姻、我的家庭、我的儿女、我的事业、我的工作、我的服事，经历神的灵降在我们中间，神同在。但是神同在的前提是，我一路走过来，我尊主为大，我不是看我的感受，主啊，我是用神的立场来看事情，愿主的旨意成全。